消毒咯。哇，可爱哦。哎，你也喜欢小孩啊？对啊，虽然他们看起来像小恶魔，但是只要顺着他们的话 ，OK 吧。咦，那你还会怎么做呢？简单的带动常见的心他们的目光了。对啊，我是来面试工读生的，我要来小店长了，拜拜。咦，你要接受我的挑战吗？来，我来挑战你。你看，这个再这样叠上去就好了。来，换你摸摸看，捏捏看。豹纹手工，哎呦，不错哦。嗨，这波我是灵气的，我可以教小跳认识动植物啊。问你哦，你要烘焙吗？会没？可是我会烹饪高级学徒。哇，不错哎。跟你讲哦，上午10点到晚上8点都可以排班哦。攻读时薪120到140，还有啊，我们有3节奖金，还有绩效分红哦。不定期也有员工聚餐，加油。真的吗？可是我不是相关的科系耶。没关系，就问你一句话，你喜欢小孩子吗？超喜欢的。